中华家护中心为着丰富着客户班的囡仔多元学习的经验，特别安排暑期客户班，总共119名辅助离校前往分院保障室后面一处这个游乐园哦，和家护儿童来一撮高生物的奇幻之旅。游乐园也未正式开幕，多完成试营运了后，就先来招待贵宾。在家护中心前区由委员会主委的号召之下，安排这阵家护中心的小朋友来佚佗。因为这个时期夏令营哈，本来是我以为说彰化跟云林就好，结果我们王主任把全彰化县的都带来，就100多个啦。那一百多个，当然我看到这一些都是我们的国家未来的主人嘛，所以我也很高兴，我也喜欢这些小朋友。暑假期间会当甲同学做伙来佚佗，这100多位小朋友拢耍甲真欢喜。也伫佚佗当中认识真济已经绝种的古早生物。很好玩。还有看到什么？有看到一些。看这种。看到什么？看到一些动物，就是那个控制的动物。好玩。哪里好玩？坐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东西，很脏。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？有很多龙。中华家护中心表示，这回和我教下不只是佚佗，更加是学习之旅。透过生命教育等参观课程，让囡仔亲自认识早就已经绝种的古早生物。那这些孩子来讲的话，他们在暑期今天已经进入第25天了。那今天他们听到说，他们也是都第一次来这边玩，那么个体验白垩纪的这些古生物包括恐龙，还有长毛大象。那希望借着这个知性之旅，能够让他们更懂得生命的起源，跟珍惜生命。希望说借着这个活动来讲，让他们有一个丰富的一个暑假。反正光强调，中华家护暑期课后辅导班已经迈入第16年。目的就是因应辅助家庭子女暑假安心照顾需求，好照顾者会当安心出外工作。也真感谢有这么多社团甲个人的斗相共，互家父的小朋友有一个充实的暑假。台中华新闻张世良分院采访报道。